那时我们附近几砖头有一个上心色的问题，没人有材料回答，就是说去吃乌鸦有几个孩子，乌鸦有娶某也无。我毋捌听人讲过，照讲若有乞食婆，应该有时嘛会对乞食公出来分。阮啊都毋知有某也无，哪会有即款问题？台湾人真信命，算命先的讲的，无人敢毋信。囡仔拄出世，就先找人看命，若命底较歹的，有几种排解的法度，有的会甲囡仔号一个较歹听的偏名，亲像狗屎、羊母即款的，佮有命带加刀柄、剃扫帚的，惊会刻到死大人，就教囡仔叫老爸、阿张、阿叔、阿伯，叫老母、阿姨。阿哥、阿金，伫下亲变做亲情。另外就是认歹命人做爸，做歹命人的后生、查某囝。我那是孤寒独饲的乞食，民间公认的歹命人，逐庄头拢有人认伊做爸，敢若阮庄里。就有十外个囡仔叫伊阿爸。我国民学校的同学捌讲起过，干那阮同班的就有几下个认阮阿做老爸。阮遐有一句地方性的俗语，若屁秀人命底实在有够歹。就讲认空阮啊做老爸嘛无解，即句话就通知影阮啊伫阮庄里的权威性。起先，阮啊有一个原则，便若当着你做爸的人家，伊就人过无入去分。即头的亲家、亲姆啊，知影阮啊为顾囡仔的面子，三不五时也会。带囡仔送瓜、番薯、米去探这个客伯，过年过节拢会穿瓜礼数去甲问安。尾啊，囡仔一个坐记袂掉，强要逐口罩都要有伊的姿势，真晦气。听讲伊捌炸一只粉笔，若当着客囝的厝。就做一个记号，较好认。真紧就乱去，有的记号是予雨水淋无去，有的是囡仔搞怪，甲伊糊掉。嘛有亲家亲母为要予伊入来分，专工甲糊掉。阮阿到尾就无论啥人引导，拢踏入去分。亲家啊，妈，新哥，你这啊，专工走一撮老友去送礼。我毋是阮阿的客囝，有一届我饲牛，空有囡仔伴高雄，要去老友阮阿因家送礼，就我甲伊做伴。我是真好闲的囡仔，足兴听阮阿唱歌，嘛真想要知影因家啥款，就甲伊斗阵去。伊住伫通阿埔边一间家厝啊。毋是土角壁的，是竹公仔抹牛屎土的壁。厝顶盖稻草，壁顶有发草加藤仔。厝脚阁发几毛干枝仔，
土蒙白白，常常有竹虎啊，稻丁白过。阮阿无啥捌高雄，问伊是啥个囝，高雄起爱笑，讲伊就是阮阿个囝，毋只会来送礼。阮阿查某囝后生伤济，捌也捌袂招阮，想讲需要写一本簿仔甲记起来。毋过伊毋捌字，高雄讲我伫学校考试拢第一名，真捌字，会使叫我替伊写字。尾啊，伊真实用我整理一份客囝甲查某囝的名录，老知影音毋知汉字的，伊叫我凊彩用一字音较共的就好。我替伊做这项工课，工价是两块，迄是我自出世到今头一个头路。出社会了后，有机会去应头路，公司拢会问我工作经验。头一项工作是做啥物？讲实的，我应该应讲是做乞食的秘书，毋过我实在讲袂出嘴。人讲坐囝五四辈，阮阿囝上济，伊骨力笨，无外靠四世养饲，都也饿未死。佮伊骨砖头溜溜去，愈行就愈出名，变做砖头的人气者。迄时伊若会晓出来佮人选举，真少人选伊会赢，才对。